来到了总决赛现场，心情怎么样？对，我的心情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聒噪，现在人家好吵啊，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。刘天悦，你的儿子浩，过来吧，儿子浩快过来，你家都这么小，还忍着。他当时没回我微信之后，他还在你的朋友圈底下评论好美。格外的发自肺腑的话，他不得不说。Hello， 刚刚好小的声音，开玩笑。嗨，哇，这个好好玩啊！安妮亚西哟，鸟这个球的西哟，安妮亚西哟，看一下这两位。一个母爷，贵州的，哎，对了，温州，哦，韩国农民，农民，农民，啥人？不晓得。什么内容 ？Final，Final 内容。对 ，Final 内容。